我们知道苏拉马尔的隔绝影响了居民，那植物怎么样呢？去众星之庭采集样本，满足我的好奇心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今晚贵族会相聚，荣耀大伯学者。间谍回报说，艾丽珊德也会出席，他很少远离能量来源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们必须从侧边的入口进入庭院，前门太引人注目。这是消灭大伯学者的最好机会。祝你好运。看来是由木卫军负责维护派对的秩序，我建议我们偷偷潜入。你最好把路上的秘法信标都关掉，还要防止敌人发布警报。千万小心，我听说恶魔议会成员能从彼此身上获得力量，一定要打破这样的连结。好好探索那个区域，想办法孤立议会成员，一旦他们分开就没办法和你对抗。已经超出范围了。
真有趣，看来植物都受到细心照料，即使是狂妄的夜翼也知道要在生命和魔法之间维持平衡。别站着不动，去检查看看。你在等什么？没听到声音吗？一次挑战我们所有人，真笨。血肉烧起来可真美，我所葬的话一定很壮观。你做得很好，但我们要确保你能混进派对。我会加强你的伪装，附上魔法，让你看起来像是个贵族。我的人民会起身对抗。我的线人告诉我，有燃烧军团的间谍混进来了。跟这些多话的贵族聊聊吧，找出间谍是谁，但不要随便指控别人，导致不必要的注意。
已经超出范围非常好，既然有钥匙，应该就能顺利前往露台。艾丽珊德的死期到了。大魔学者，你一定要先离开吗？你要我在都是敌人的地方和这些脑满肠肥的贵族闲聊？你知道我们被跟踪了吗？蠢货！不可能啊，我的守卫绝对不会让外人入侵。你又失败了，梅朗卓斯，这是你弥补的机会，把这些外人解决掉，我要回暗夜堡。我会想我痛快，为大魔学者而死吧！艾丽珊德，原谅我。虽然错过了今晚的机会，但是大魔学者的大限很快就会到了，我们迟早会找到其他方法报仇。
天牛巴拉，我们永不绝。